这五大生肖财富积耗，一年更比一年旺。属鸡人的收入本来就是主要依靠工资，但野心从来不曾熄灭。属鸡的人热情大方自信，再加上心思转得特别快，之前的阴霾一扫而空，好日子终于来了。下周开始，财运开始旺了起来，整体运势也在节节攀升。属鸡的人不喜欢自私的人，所以对朋友一般都很大方，建议是保持积极乐观持之以恒的态度，属鸡的人很快就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。萧侯人既聪明又睿智，他们非常友好，善于与人打交道，很受周围人的喜欢。属猴的人今年一直在往大富大贵的方向进发，因为没有好的机会，付出的努力都没有什么太过显著的成效。但是四月来了，对属猴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财星照顾得很好，让属猴人的致富之路更加平坦顺畅，他们的财富也是极好的。属狗人的运势不是很稳定，受到恶星作乱的影响，之前遇到很多挫折和意外，然而等到四月开始，厄运霉运已经结束，小人纷纷远离，运势开始高涨，这给属狗的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。有了幸运星庇佑，很多细节都会特别幸运，让消狗者做事总能事半功倍，而且生活中也会有很多喜事，让消狗者每天都能笑逐颜开。属龙的人最有富贵命，他们先天的命格就很好，财官相护，受到贵气的洗礼，一生的命运大多是平安又吉祥，福气越来越旺。他们极富有野心，自信满满，聪明睿智，行事灵活又圆滑，在生活中与身边人的关系都能处理得很好。而且属龙人是实干家，有一定的魄力，敢于尝试，总是能够寻求到更赚钱的方法，再加上他们命中的横财运也不错，家庭和事业在他们的手上，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年更比一年旺，总是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，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富贵。属猪的人宽厚仁慈，他们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为人随和，做事用心，一生勤劳，充满了爱心和责任，在工作和事业上，他们有贵人，总是会好运连连。随着个人能力的提升和社会阅历的增长，属猪人是生财有道，福气满满，赚钱的能力是越来越强，财运也越来越旺，不但工作上能够升职加薪，即便是副业的收入也非常可观，时不时还有横财进账，生活是越来越好。尤其是夫妻二人越是恩爱，财运就越旺，生活就越好，富贵还无忧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最有发财运的六大生肖转走前永远旺旺来。十二生肖每个生肖都有自己命定的运势，有的可能这一生会多灾多难，有的则是天生富贵，有些在婚姻方面幸福美满，有些则是在事业方面能够创下新高。所以不要羡慕别人的好，也许你也是正被别人羡慕着什么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最有发财运的六大生肖。一、生肖鼠。生肖鼠的人非常聪明，心眼多，做事情谨慎小心，就是这些性格原因让他们这一生发财的机会良多。尤其是生肖鼠在遇到牛年的时候财运最旺盛，可以在牛年大展拳脚，多多从事金钱来往，一定可以的，实现发财梦。28、36、43岁最容易发财，但是生肖鼠中的性格最大缺陷就是急躁，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，发现自己平时的看不到的细节问题，相信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。二、生肖蛇。生肖蛇性格的最大优势是冷静睿智，他们凭着这个优势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，也能够找到自己适合从事的职业，
从而让自己的优势最大化，最后取得成功。尤其是2022年，虽然生肖蛇形太岁，但是六合贵人相助，财运方面的影响不大，回报也非常丰厚，所以在今年可以稍微放宽自己的限制，赚取更多的金钱。另外，他们对于人脉的培养让人很佩服，身边又是有许多愿意帮助他们的人。三，生肖鸡，2022年可能会有一些霉运，所以今年最好低调行事。生肖鸡性格正直，对家人十分有孝心，而且凭借着自己的博学多才，一生都不缺金钱，让人十分佩服。他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孝心带来的福气满满，最后都转化成为了自己的发财能力，最后在事业中顺风水水，实现了发财梦想，锦上添花，全家人都十分开心幸福。四，生肖猪，生肖是属猪的人大富大贵之相，这个生肖的人天生就有很好的运势，所谓金猪。属猪的人们正财和偏财的运势很好，整体运势也很好。事业中，属猪的人们一定要锻炼自己的魄力和能力，然后看准了机会就大胆去做，增大勇气才能增加富甲一方的几率。五，生肖兔，属兔的人这个生肖天生就有天贵星庇佑，经济上很不错，带动一生都有好的财运。按理来说，这个属相的人对金钱不是很在意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。这个生肖最擅长交际，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所以人际关系非常不过。六，生肖虎，属虎的人重视精神大于重视物质，不过人家越是不在乎金钱，越有很不错的财运找上门。属虎的人收入很不错，但是理财观念不太强，不懂得存钱。这个生肖的人头脑很聪明，又懂得与人打交道，很多朋友会推荐赚钱的方法，再加上正确的理财方法，想成为有钱人真的不难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